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解读老哥的频道。圣诞节快乐啊！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FATO 里面，今天不是今天啊，圣诞节有四种比赛。好，大家进来以后呢，你是有四种比赛，一个是这个 Pagan， 一个是这个 Battle Tabs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东西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。好，这个的话我们上期节目也有讲过了，前面几个是比较厉害的，而且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用脚本啊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它是比较简单，我自己也在玩，大家也可以看见我现在是被挤到第五名了。好，这些游戏呢你都是要用这个 FATO 的钱包，不管是哪一个，这个一共有四个游戏，对吧？第三款呢就是吃豆人比赛，这个要看你技术啊，你玩得好的话你这边还是可以赢排名前面。好，我们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游戏。好，这个游戏的话是比较难玩的，我到目前还没有搞清楚它这个游戏到底在干什么，你们自己可以去探索一番，因为我不喜欢这种像素的游戏。好，每一个活动的奖励都是2500U，每一个都一样，然后你点击进去玩以后，大家可以看见排名前十的都是有奖励的，但是也是要考验你的技术了。好，我个人的话建议还是去干一干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呢是比较简单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玩一点的。好吧，这边就是我们今天四个 FATO 的免费玩可以赚奖励的游戏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试一试，选择一个你比较擅长的游戏干几天，大概所有活动都是到31号，所以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如果说你能干到前面十名的话也是有奖励的，当然这个多号也是可以的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